Coming. Yes, sir. Hello, sir. Listen, I would like to propose you some idea about this one. Yeah. All right, listen. Please have a seat. Okay, thank you. Okay, 好，我们还是用华语交谈。为什么你这么想急件哦？ 如果不是那些重要的事情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找我的秘书做appointment。你知道啦，我们做部长的几名一下子的咯。我只需要三分钟，三分钟就够。这是我想一个你看的我的proposal，是我想拯救地球的计划。你说什么？拯救地球？你以为你是number four啊，还是 number five？OK， 好咯，我就当你是number six。 现在我给你三分钟时间来解释这个拯救地球计划。好的，总的来说，我希望我们的州属需要减少使用 plastic bag， 因为我们的 plastic bag 用量已经过多，而且 plastic bag 已经导致垃圾的数量增加。如果减少使用 plastic bag， 那就会减少家庭垃圾的数量。诶，然后重点呢？ 我们的人民环保意识很低，人民是不会为了垃圾而走到附近的垃圾桶去丢垃圾的，当他们随手丢在马路上或是过去上，这样下雨的时候就会造成水灾以及疾病，严重的话还会造成温室效应。重点是政府还要花更多资源来处理。哎，好，看起来你在这方面。 很有研究，那你是不是这方面的博士？硕士应该至少一个学士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什么？你再跟我讲一次。不是。有没有搞错？你连学士都没有，要我凭什么来相信你这个人？为什么我要相信你？ 讲谁都会讲啊，外面的阿猪、阿狗、阿猫，他们都很厉害讲，但是有几个人做到？现在你什么鬼事都没有，竟然跑来见我，这是什么 proposal？你想把这个 proposal 当做是黄牌的 proposal 来骗我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 因为这个计划已经在滨州实行，很不错，所以我把这个计划推荐给你，希望我们可以向滨州学习。什么？向滨州学习？我操！你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小王吗？既然你在喜欢滨城，你就回去滨城住了。对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认为我的博客是没有用？ 我赚那么多，一分钱都没赚。但是我相信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这都是为了人民好。这个计划是让兰州政府帮那些人民，对人更有信心。你们觉得你们重要还是人民重要？